哎呦我去，一脚车瞬间就卸完了，这太快了，大胖头，哎呦我去，太漂亮了，兄弟们捞起来，你们照一下子，东北的天是嘎嘎冷的天啊，兄弟们，六寸大瓦眼正瓦头正在出水啊，哎呦我去，劲往进了，这必须得撇给他稳住，喜欢户外捕鱼的兄弟们，喜欢大型动物的点个红心加关注，看这网上出多少鱼货，看那边马已经较劲了，是八匹马了。兄弟们，2020年9月12号，完了，现在是15:44，吉林松原莲花泡，这个二小这出鱼了，怎么昨天就出了？这人都毛鱼，毛着不少，但瞧着毛鱼哦，现在正在直播呢。